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公司章程里关于股东大会的条款，你怎么办事的？对不起，董事长，他是有备而来的，搞得我措手不及，丢人现眼。出去吧。是。 董事长，林毅的复职报告马上就要下来了，他一回来又是总经理，我们该怎么办？你问我，我问谁？哼哼，您不觉得奇怪吗？林毅应付调转退款潮等一系列事情，得要用雄厚的资金去给他支撑，他的钱从哪儿来啊？他应该是抵押了房子和我拼命。董事长。 就他那个房子能值多少钱啊？我怀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啊，Arina，国际著名珠宝设计师，曾就职于戴尔普斯国际珠宝公司。大家好，我是Arina。 我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也很高兴能跟各位成为同事。从今以后，我希望能跟大家融洽相处，共同进步。Arina到咱们设计部，暂时担任设计部副总监的职务，主要负责设计工作。另外，我还要恭喜一下顾星岩，他的灵犀系列在刚刚结束的 HRA 国际珠宝大赛上获得了优胜大奖。 今天下班以后，我请大家吃饭、唱歌，一来为Arena接风洗尘，二来为设计部庆功。谢谢。我跟你说，星爷，我都替你不值。你说啊，加班的事，这个负责灵犀小组的事，啊，拿了奖的还是你，结果最后就光环都归那什么，是Arena。 哎，你这又不懂了吧？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哎，星爷啊，那名字肯定没有刻在那奖杯上。那帮评委呢，肯定也不知道你是谁。你自己得的奖，自己结果不去领，我都替你憋屈。哎，再加上林总那副皮条草一说，搞得这事儿好像是Arena的一个小事儿似的。我跟你说，星爷，我来公司这么久，全公司上下，我就只有见你拿过这个奖，气死我！ 唉，缘分真奇妙，Danica。你们两个认识很久了？哦，我跟他是老相识了。If you work at this company, your future will be unlimited. Well, then actually, I don't want to work here. When you've passed the test. Consider whether you want to go or not. Danica, can I steal you for a moment? Anyway, thank you, William. My pleasure. We're all Chinese. We're all foreigners. We're all foreigners. 哇，我没想到你中文说的这么好。中国有一句话叫“大公司做人，小公司做事儿”。像 The Peers 这样的世界强企，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专精的人才，它更需要的是可以给公司带来利益的员工。You know what I mean? Mm. 比如说，人造钻石。 成本低，可是肉眼难以辨别。消费者呢，他只能信赖品牌或是鉴定机构。那像我们这样子的公司，只要说它是天然钻石，那即便它是人造的，它也可以卖成天然钻石的价格。What do you mean? 一会儿的测试。 你一定要把钻石的级别分出来，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我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你一定听得懂。
加油 ，Danica！ 我希望在 The Pierce 能够看见你。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Danica. Well, you know the rules. You've got 30 minutes, and you can start right now. What can I do for you? Great. Okay. The time is not up yet. I'm done. And your conclusion? I can't grade them. Oh, are you nervous? It's okay, we still have time. Go ahead, give it another try. The 4C standard of diamonds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natural diamonds. My appraisal does not apply to these rigid industry products. You are questioning us. I don't mean to offend, but fake is fake. I insist on my opinion. Well, perhaps you should know that your future is laid out in front of you. And that this gentleman's words can either make you flourish or ruin your reputation. I understand, but I value goals is more than the so-called future. I'm sorry. Our company is the guarantee of quality. But the diamonds in front of me are all synthetic diamonds. Your trap has failed. Though I must admit, it was a wonderful test. You're very good, young lady. Welcome to the Pierce. Well, today is such a valuable lesson. If you feel you're being teased, I can apologize. No. Thank you for your appreciation. But I'm not going to take office here, because I'm going home. Anyway, I hope one day I can be a partner with De Pierce, so I wish you can remember me. How can I forget? You are such a special person. Thank you so much. Wilson，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今天测试的时候，你故意给我挖坑，是不是因为上一次我跟你说你作品抄袭的事情啊？哦，设计师的品质当然也是测试的一部分呢，要不然你以为进入戴尔普斯只需要通过钻石分级这么简单的测试而已呀？ 你不愿意进入戴尔普斯，倒让我有些惊讶。回国，我挺佩服你这个决定的。好久不见 ，Arena， 你怎么回国了？现在国内的情况蛮好的，我才回来的。听林总说你是林夕的负责人。我只不过是设计小组的小组长而已。哦，sorry， 我不是故意想要抢你的饭碗的。可是你也知道。 林夕如果想要进入世界市场，必须要有我 ，Danica， 以后多多关照喽。应该是我让前辈多多关照。阿星啊，我说你干嘛还给他什么握手啊？要是有人啊，哎，抢了我的风头，我的饭碗，我跟你说，我一巴掌给我呼死他！我哪有什么风头可抢？ 你还真别这么说，我跟你说，我觉得呀，现在最郁闷的不是你，是丛总监。你们想啊，这丛总监以前在咱们设计部一山独大，现在不仅来了一个新设计师，而且重点是这位比他的名声还高。你说换作是你们，郁不郁闷？确实，这个 Arena 不是咱们丛总监能hold得住的哈。哎，不过心妍。 你究竟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呀？对呀，我呢，从拉塞尔学院毕业的时候，导师推荐我去戴尔普斯面试。Arena 就是当时的面试官之一。
我通过审核了，但是谢绝了入职。啊！你竟然拒绝了戴尔普斯？嗯？哎，算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啊，这个 Arena 明显跟你气场不合啊！哎，你没听他在发布会上说什么？从今往后，林夕的设计由我来负责。哎，那他什么意思啊？ 我们之前做那些功夫，难道都白费了吗？林总不是说了吗？人家现在是副总监，负责设计部的设计工作。甭说咱们了，估计连总监的很多工作呀，都白做了。喂，太友，我们晚上聚聚庆祝一下啊。 哎呀，不行啊！晚上林总约我们设计部的所有人吃饭唱歌，下次吧。你们部门居然有庆功会？同事们，我们下班了，下班了，王姐。是，小庄，走。我先报了个名。大家好，我是火锅呗。东西少，总监。嗯。哎，今天大家先不用着急下班啊，公司决定从现在开始清查账务，有在几位外聘的会计师组织工作。还有啊，从现在开始。 不准再使用手机了，开始吧。交流交流啊，来一下。林总啊，林总，副总监的职位会不会太低了些？我以为你是来跟我谈工作构想的，没想到你是来谈职位。 职位适当，构想才会适当。阿瑞娜，你最近一次的作品问世，大概是5年前了吧？我不明白你这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詹姆斯的意思。James， 他都跟您说了些什么？其实有些话不用他说。我虽然人在上海，但加拿大那边的事儿。 也不是什么秘密。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入职啊？我答应过你要入职了吗？灵犀系列或许可以让你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我回去倒时差，倒完了我再联系你。晚上我派车去接你。你们的庆功宴跟我无关。 大家听我说，首先呢，我们得感谢今天咱们东城设计部和KTV的首席赞助商林毅总经理。当然，我们接下来还要感谢我们最盛名的领导鸿飞总监。接下来，我们要感谢就是刚刚拿了大奖的我们设计部的骄傲是谁啊？顾新言。 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快来快来，你。哎，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点什么。嗯，我们都是东城的一份子。嗯，我非常愿意为他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我相信你们也是。总之呢，最近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都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的功劳，而我也只是尽了我的本职工作。谢谢大家。 你不觉得他有点似曾相识吗？有吗？喂，董事长，现在已经10点了，这么多账目今天怕是查不完。
要不，收工了，账目封存，今晚的交通费公司报销。好，好，知道了，谢谢董事长，再见。哎，今天就到这儿吧啊，大家辛苦了。嗯，董事长说了，今天的交通费报销。啊，回吧。谢谢王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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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王总监。再见，再见。把今天所有的账目都封存好，好吧？好的，好的，好的。辛苦，辛苦。就是不一样啊！哎，都不许跟我抢啊！我来出题。哎，来个狠的！不允许太过分了。哎，不过反正不好玩了，真的。就是。跟林总跳个舞吧，新年。跳舞！能不能换一个？我求求你了！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跳舞！不愿意散，跟人打赌了吧？大冒险！感觉怎么样啊？郎才女貌。
恭喜呀！恭喜什么嘛？怎么了？哥，今儿下班的时候，李卓然突然带着人来财务部查账。哦，是吗？保密工作做得够好的啊！你说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现在知道害怕了。啊？走吧，回家再说。哎，你确认那个程序都删除了，没留下任何痕迹？确认。这个世界上能发现这程序的人不超过五个。嗯，那就行，这就没问题了。哎，你刚才在庆功宴上跳了个舞，跟你跳舞那女孩是？设计部的小顾，他们一起哄，我也跟着跳了一个。啊，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我是说，没发现痕迹，我就放心了。生日快乐！对不起啊，最近不能时常来看你。但是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我的一个设计在香港获得了大奖。虽然它不是我人生当中获得的第一个奖，但是对我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妈，您知道吗？他帮助东城在危难的时刻挽回了股东还有员工们的信心，让东城没有被出手。最近我有一个疑惑想要跟您分享一下。我曾经一度认为林毅是那个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他间接害您坐了牢，还骗走了您的股份。可是最近，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他和我一样是真正为了东城好的那个人。只可惜他最近找了一个设计师对我。现在除了我们两个，谁还会记得今天唐老师生日？而且知道老师喜欢绿色的几杆花。老师，我们今天来看您了。您的女儿目前还没有找到。我知道您不想让他卷入这场是非，但是东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您在天之灵，保佑我吧。吃饭吃饭吃饭去啊！对。
快点的，马姐。哎，好好好，马先点好等你啊，快点哈，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这个呀，吃饭了。好的。我先去吃饭啊。进来，老大，这是您要的资料。啊，白新宁找的怎么样了？前两天呢，我又新联系一家私人侦探社，过两天呢，我就跟他碰个面。我今天跟丛飞去看唐老师，在他的墓前发现有人给他献花，献的那花都是唐老师生前喜欢的。琢磨着这白西宁不会已经回国了吧？万事 OK， 风过了无痕。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知道曾经的小小的程序了。什么？嗯，你马上去给我找一家专业的财务公司。嗯，聘请三名业务精良的会计，业务一定要过硬啊，查账要准要稳。我这就办去。哎，等会儿，你把顾星阳给我叫来。好嘞。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说说 Arena 的事。有国际知名设计师加入东城，这是好事。林夕如果能够借由他打入世界市场。我们都应该感到高兴，所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工作上还是要尽心尽力。那当然，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的，您放心。孟姐，林总有事儿找顾贤。哦，好，去吧。进来。林总，您找我。哎，前段时间，灵溪和初中的财务手续都完备吧？完备。哦，但是呢，因为灵溪那个样品，他申请的比较急，所以就没有走流程。制作经费哪来的？从总监额外申请的。哦，对，我想起这件事了。要尽快把相关的收据和发票都收集齐全。好，我知道了。几天能有结果？现在还不清楚，我再催催那几个会计师吧。你要记住，有些账能查，有些账不能查。董事长，您放心吧，我明白的。嗯。进来。董事长，林毅带了几个人去了财务部，说要查账。查账？哎，林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董事长最近提出的查账工作很有必要，也很及时，我来帮个忙。林总不去操心经营的事，反而带一帮人来参与财务部的工作，是不是有点事出无名啊？加强公司的财务管理是我分内的事，而且不仅仅是我，所有的董事都有查账的权利。嗯，那就有劳林总费心了。大家要加快进度，无论查到什么，都如实向我汇报。好的，好的。销售部的账面有没有问题？董事长，你要阻止林毅这么查下去啊？他要这样查下去的话，一下午的事儿就能查到我们预算了。你以为现在能拦得住吗？那怎么办呢？
切断和销售部的联系。好在收销售部款子的账户是新的，他也查不到什么。你加紧全面账目的清查，尤其是林毅主抓的那几个部门，重点查设计部。他有所动作，就说明当中有蹊跷。嗯，那我现在就办。小青，之前林夕打样的时候购买钻石的发票在不在你这儿？嗯，在，拿给我一下，谢谢。都在这儿了，谢谢。你拿来干嘛呀？我要整理账目。哦，行吧。修改了吗？销售部最近做的几笔预算啊，全都超过了账面上的数目，而且多出来的资金都打到同一个账户上。谁的账户？可惜了，账户注销了，没法再查了。啊，还是晚了一步。没有啊，老大，您想啊，销售部这个扩大预算亏空公司的资金，这事儿他坐实了。替我约下李卓然，说我请他喝酒。好。查了半天，就只查出五十万。丛飞报的是80万。不用再查了，我让你查账的目的，就是为了查丛飞装进自己腰包的30万吗？林毅的以往进出款项，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有件事儿很奇怪。你说。我以前明明把10000吊钻的100多笔退款给挂起来了。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他都按照正常程序给报销掉了。怎么会这样？我董事长，我提醒您一下，公司的章程里专门有一条讲的是顾客永远第一，要第一时间给顾客退款、退换货。我真服你们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现在人家在我们头上拉屎了，连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草包，一群草包。还有，董事长，林毅想约您见面。林总，李总到了。董事长，请。董事长是红酒专家，请品鉴。嗯，不错。林总约我来，不只是为了品酒吧？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销售部做大预算，所有的资金都流入了同一个账户。万雅琪亏空公司证据确凿。董事长，你看怎么办呢？胆子不小啊。审计人员发现，虽然这个账户是在海外，但是和东辰的人有着某种联系。丛飞的账也不干净啊。林夕样品50万预算，他报了80万。董事长是想用小金库的事儿跟我谈条件呀？是不是小金库，谁又能说得清楚？我只希望我们到此为止，别两败俱伤。东辰受不了震荡。董事长也知道东辰再也经不住震荡了。班雅琪亏空公司是职务犯罪，我没有及时报案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丛飞虚构报销，难道不是职务犯罪吗？还是说，你想用丛飞换班雅琪？班雅琪必须走。怪只怪你账面做得太不干净。你自己辞职吧。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啊。可是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谁啊？钱究竟在哪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不能见我掉河里了手都不搭一把吧？你以为我没捞过你吗？我去找过林毅。这次查账，他林毅是决心拉我一起跳河，要不是我拿住了丛飞的把柄，他这次就把你弄进监狱了。把钱拿走，离开东城。我不要钱，我不甘心。只要我在东城，留在销售部总会对你有用的。您就不会自己想一想吗？您就不怕我一个不留神把什么不该说的说出去吗？你要挟我，我做事会像你一样不干不净吗？坐着呢。我听说上报的时候写的是八日。啊，哎，贝雅琪是不是也同一时间辞职了？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哎，来来来，你给大伙儿分析分析。以我现在的信息技术能力，还分析不出来。不就是智商问题吗？这个人真是。是兄弟，丛飞啊，正因为我们是兄弟，在这件事情上，你应该能理解我。嗯，行了，什么都不用说，山高水远，后会有期。保重。站着干嘛？继续工作啊！之前总吼大家，我对不起了。
冯总监，听说你从东城离职了。